吃这种水豆花呢，还是要配上我们家这个柴火烧鸭肉面。哎呀，安逸惨了。老乡，看下我家这个福海椒面安逸不嘛？今天才现做的哈，安逸得很哦。你们看我家的辣椒面安逸不？今年的新辣子做的辣椒面哈，搞点来吃不？安逸的很。你们看我们家这个麻辣辣椒面安逸不？今年的新辣椒、新花椒做出来嘞，又麻又辣，巴适的很。你们看我家的辣椒面安逸不？今年的新辣子做的辣椒面哈，搞点来吃不？安逸的很。敬你们，谢谢，干什么了？老同学，喜欢吃这个菜不？喜欢吃的话，我给你整点过来，要不要得？啊？晚饭都煮好了，谁等你都不来，我一个人吃的不香啊。老乡亲，你们看我家这碗胡辣椒蘸水安不安逸啊？用我们四川的胡辣椒做的哦。想吃的话，我给你整点过来。你们看，
我们家这个麻辣辣椒面安逸不？今年的新辣椒、新花椒做出来的，有吗？